昨天晚上4点多我们才睡，心里好高兴，好激动。心灵出差这半年，您怎么来记录他这个半年来的出差生活呢？他出差那一会儿，我给他，算好了。他出差，我给他摸杯子的时候一算，明年回来过五一，妈妈在家等你。他上空那时候成功以后，我给他说的这句话。接到过电话吗？接到过。当时第一句说的什么？问他问爸爸妈妈身体好，我说很好，你在那很好吧？好。当时接到感觉意外吗？对，那是我儿媳妇来电话，她说到9点，她说恁个儿跟恁通话的，俺说好，俺都拿着手机等着，这等着到9点转一点来电话了，她一说都心里好高兴，好激动啊。难忘一件事就是他国家被评为这个航天员的，心情十分高兴。那有什么最想对新林说的？今天就该回来了。新林，今天马上都到坐宇宙坐飞船返回地面。爸爸在电视上看望你，等着你。